你就比如说我之前就会自己做鲜榨的那种果汁。果汁其实听到有一些小小的误区，果汁是发胖的重要原因，可能四个苹果才能挤出一杯苹果汁，那个杯苹果汁里面只有16勺糖，16勺，而且你喝果汁的话，它已经去掉所有水果本身的那些纤维啊、营养素啊，它只剩下糖，大概是150卡，四个苹果就是600卡，600卡就是600卡就是一餐饭。